要不我在这儿等你吧。怕什么呀？有些事情需要我们俩一起面对。我不是怕，我就是觉得你们一家三口。我现在跟你是一家，我都跟他说过了，走吧。丽君，这个呀，新春的龙井，我们头送的，收拾特别好。你招呼宋小姐。嗯，谢谢。这是你的。你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么不小心的，是吧？看着没？自己来。你这突然间这么客气，我都不太习惯了。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你每天爬窗户进家，哪把自己当客人呢？你今天都带着人家宋小姐到家里来了，再怎么着，我也得有待客之道不是？我哪有那么不懂事儿啊？你说呢？我跟小娟过来的，主要想跟你说一声，我们同意好好出国念书。挺好的，明白就好。我这是为了孩子好。哦，对了，我绝对是不夹杂个人情绪在里面的啊。当然，天下哪有不为子女着想的父母啊？这宋小姐还没有结婚呢，育儿经倒是一套一套的呢。哎呀，我也是为了孩子。事情闹成这个样子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丽君啊，以后呢，我也不会阻止你见浩浩了。毕竟孩子要是出了国，那么远，见一面也挺不容易的。谢谢。你说什么？谢谢你。说谢谢我，丽君啊，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说谢谢我是什么时候吗？在医院，那会儿刚生完浩浩，七年了呀，真是一晃这么多年，物是人非啊，不提了，不提了，爸爸。作业写完了，你能陪我玩会儿吗？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去吧，孩子叫你呢。你先送我吧。